你知道现在我们俩这个
他们都推荐一个什么呢？他有一个疗法，就是说用别人的钙细胞，用别人的那个东西啊，都有一定的副作用。它有粘性的血，给你留起来，然后用鸡来用的时候呢，把你的血，就是给你自己。哎，你做医药的，你认为这个事儿靠谱？鸡带血是那个事儿，和鸡带血呢是药用钙细胞。这个呢，就是你现在的，你比如说感情啊，或者爱你在这儿的，我现在都是两个人来。哎，他的拿个钱给他捧起来，等着他上是到一百岁，他的儿女啊，给他100岁，然后呢，再年轻点，可能把原来的状态弄回一下，哎，把年轻的那个状态。我在观察，我觉得。不能说长生不老吧，就是年轻，让人延缓不老的，有这样的科室吗？
哎呀，这么大牙子呢？我怎么了？我没打到眼睛。应该是有，但是呢，它不是专门一个专业的。不是，因为不是，它是每个人是都可以碰那个人的，对吧？而且我们所以说我们普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。对对，你不是说你长得像？哦，阿贝，来，漂亮，阿贝，来，